沉默了一阵，他又问了，就说，那你们计划好没有？准备送什么？这只食人魔他点点头说，他就说了，这个自然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前往魔族的圣地，大家一起去等着我们的老祖重生。蜜蜂沉默了一阵，随即他又拿出了师傅那张照片，就放在这个食人魔的面前，对着这个食人魔说，就说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这个食人魔他看着这张照片，望着照片上师傅的面孔，他想了一下才点点头，他就说了，他就说，我见过，不过好像在这个洞窟下面，这个洞窟有三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第一层，下面还有两层，我和我这几个兄弟来到这里之后，就曾经想要下去探险，想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他停顿了一下，这只食人魔他又继续说，我和蜜蜂听到有师傅的消息，就自然不会打断他说话。接着这只食人魔他又继续说，他就说，我和这一班魔族的兄弟来到这里之后，就见到废墟下面这个洞窟那里是相连的，个心就想了，这个洞窟那里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呢？跟着我就和几个兄弟顺着这一层的通道往第二层走下去，来到这个第二层那里的时候，走出没几远，我们就见到前面有一阵打斗声，我心那里就奇怪了，究竟边个在这里打架这么无聊的？我们班兄弟慢慢就走了过去，我当时的心就在想，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是高手，我们就闪，如果是武功一般的话，那就没说了，我们就上前，那个人如果向我们挑拨，我们刚好人多嘛，一起收拾他。我心那里就计划好了之后，随即就来到那个岩石的背后，我偷偷地探出头向前面望过去，就见到相片上边的这个人，他正将一个三五胡须的中年男子踩在他脚下，跟住就见到你相片入边的这个人，他冷漠地对着另外那个人说，他就说了，你们祁连山的人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也是为了这个古墓入边的秘器？我和蜜蜂听到这里之后，两个人都傻住了，我就心想了，祁连山，为什么我没有听我三哥和师傅说过的？究竟是什么门派来的？难道也都是讲妖除魔的？接着我们又听到这个食人魔继续说，他就说了，那个放在地上的中年男子，他冷笑了一声，他就说了，他就说，难道你们猎魔人可以入来，我们祁连山的人就不可以入来吗？讲完了这一句之后，这个中年男子呢就在用力地挣扎，但是那个老爷即是相片上那个老爷，他的力气很大，他这一脚踩在上面，那个中年男子竟然起不到身。我听到这个食人魔讲到这里，我知道照片上的这个男子是我师父了，我心里其实很不舒服，我连忙就制止他，我就说了，那个人是我们两个人的师傅。这个食魔人他听到我们这样讲，他连忙笑着讲，他就说了，哈哈，哦，原来是两位的师傅啊，怪不得本事这么大了。那位老先生啊，哦，也真是你师傅啊，他对那个男子讲啊，他就说，我们猎魔人取之有道啊，是不会乱这么动古墓入边的秘器，但是你们祁连山的人呢，又有几个是好东西来的。你们黑人憎的地方不是偷东西，而是偷了东西之后到处乱咁掉，到处惹祸，你说我说得有没有错啊？这个祁连山的人面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他在那里狡辩，他就说了，你乱说，我们祁连山的人虽然有些人不守规矩，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嘛。听他这样说，那个老先生，哦，即是你师傅，就伸出手来指着地上那几具尸体，对着那个中年男子就冷声地问了，就说，哼，不是全部人都是这样，那这几个人呢？
为咗一只元青花就大打出手，最后搞到几个师兄弟都惨死喺呢度。你话仲可以怪其他人咩？怪我哋对你哋祁连山嘅印象唔好咩？呢个中年男子佢见到咁嘅一幕，佢哑口无言啦。随即嗰个老先生佢又对住呢个中年男子讲，佢就话啦：你发个誓啊！你发誓，我就放你走。接住呢、这个中年男子佢迟疑咗一阵，张张嘴发咗个誓，无非系咩违背啊呢、这个诺言，就天打雷劈之类嘅。我听到之后我就心谂咯，呵，呢、这个中年男子发个誓真系太简单啦，一睇就系敷衍了事啦。我哋几个亦都喺旁边偷偷咁样听住，亦都唔敢啊提醒嗰个老先生，否则嘅话我哋都好惊噶嘛。嗰、那个老先生一怒之下将我哋杀咗，咁点算啊？毕竟我哋系食人魔，嗰、那个老先生系猎魔人啊，我哋系人魔殊途啊，唔可以搞乱晒噶。随即就见到嗰个老先生啊，佢见到嗰个中年男子发誓咗之后，佢就企起身啦，将嗰个祁连山嘅人放咗。跟住嗰个老先生佢就慢慢咁向大三层洞窟走咗入去啦。呢一去之后呢，都冇再翻嚟啦。讲到呢度，呢、这个食人魔佢随即就唔再讲嘢啦。佢鬼死咁可怜咁样望住我哋，佢就讲啦：我哋睇住嗰个老先生走咗之后，我哋就谂住去大三层睇下。但系我哋到咗大三层嘅洞窟入口嗰度，就被一股强大嘅鬼气啊顶咗翻嚟啦。嗰一股鬼气阴冷如冰啊！似乎啊，我哋入去之后咧，都会被冻僵喺嗰度。我哋嗱嗱临就退咗出嚟啦，因为我哋唔想死啊嘛。蜜蜂听完呢个食人魔讲嘅嘢之后，目光闪动，佢就慢慢咁讲啦。咁样讲嚟，我师父亦都冇出嚟，系唔系啊？呢个食人魔随即佢就点点头，佢就话啦：反正我就冇见到佢出嚟。蜜蜂望住呢个食人魔，佢就讲啦。你走啊！这个食人魔他似乎有点不相信，他低声他就问了，他就说：你真的放我走？蜜蜂傲然地说，就说了，这个自然，我们猎魔人讲的东西怎可能会出尔反尔？不过你要答应我们，离开这里之后找一个正正经经的东西做，以后不要再食人了。如果再被我们猎魔人遇到你食人，我还会杀了你。这个食人魔他听到蜜蜂这样讲，他就大喜了，他就说：多谢两位，我以后都不再食人了。以后 我宁愿人家食我，我都绝对不会食人。听到他这样讲，我就笑着骂他了：你好地地，人家怎会食你才得？蜜蜂他就沉声讲了，他就说了：好了你去啊。那个食人魔随即就指了一下我们大三层洞窟入口的位置，我们才顺着那条通道一路往前走。走出了几百米之后，就见到前面那个洞窟之中，只剩下一些茶杯，还有另外一侧的墙壁上面有一个已经干了的人头。至于那些食人魔早已经无影无踪了。见到咁嘅一幕，我咬牙切齿咁讲，我就话啦：睇嚟嗰啲食人魔已经得到消息啦。三哥，喺我哋讲嚟之前啊，佢哋就逃到无影无踪。蜜蜂佢就沉声讲啦，佢就话：哼，呢啲食人魔迟早都会再一次落到我哋嘅手心嗰度。我同蜜蜂再一次向前行。沿住嗰个洞窟一侧嘅通道，慢慢咁往入边行，嚟到嗰个食人魔所讲嘅大三层啊洞窟嘅入口嘅时候，这个时候我哋两个人都停住脚步，企喺嗰个入口嗰度，感应住大三层洞窟入边所传嚟嘅强大嘅鬼气。企喺呢度，我有一啲浑身打晒冷震嘅感觉，因为个洞窟入边似乎有一阵阵阴寒的鬼气，正源源不断地从洞窟那里传了出来。
呢一个洞更加似系一个巨大嘅鬼口啊，正喺度等住嗰啲入侵者啊！好啦，呢一章节就讲到呢度，咁我哋继续嚟听下一章节啊！多谢你哋嘅支持啊，仲有大家可以搜下斩鬼文创啊，因为第69章落云忽有去冇回。上章节讲到嗰、那个食人魔，佢就话俾蜜蜂同埋老明月知啊，佢就话佢哋两个人嘅师傅喺呢个洞窟嘅第三层。我哋就系呢啲入侵者啦，只不过我哋前嚟嘅目的系揾我哋师傅啊金马楼。蜜蜂望住眼前啊呢个黑蚊蚊嘅洞窟，佢细细声咁同我讲，佢就话啦：明月啊，跟喺我后面睇我行动。我亦都点点头，细细声咁讲：我明白噶，三哥。我知三哥系惊我受伤，我攞起手电向洞窟上方照咗一下，啱要走入去，就发现啦，呢个洞窟嘅石壁嗰度竟然雕刻住两行大字：有去冇回，献君莫悔。呢八个大字被雕刻喺洞窟上方嘅石壁之上，涂咗鲜红嘅大漆。睇嚟有啲年头啦，上面嘅漆面亦都脱落啦，但系喺手电嘅照耀之下，呢几个字仲系咁触目惊心。我攞住手电慢慢咁照过去，只见到啊呢个洞窟嘅左上面嘅石壁嗰度仲有一啲字迹，只不过呢啲字迹好细，比嗰八个字细好多。我攞住手电慢慢咁样照住。一路睇一路读出嚟，此为落云忽，一入云不归，轮回莫结伴，忘存几人会。呢二十个字系用嗰啲黑漆涂抹嘅，喺石壁嘅上面，如果唔系用手电嚟照，呢二十几个大字系睇唔到嘅。我望住呢啲大字，心嗰度忽然间咧有啲紧张，唔知点解呢啲黑蒙蒙嘅大字啊，俾人有一种好恐怖嘅感觉。似乎眼前啊呢一座洞窟，如果真系入去之后，系有去无回嘅死亡之路。见到咁嘅一幕，我就心谂啦：落云忽，落云忽，唔通我同埋三哥啊，真系要死喺呢个落云忽入边？三哥佢睇咗一眼嗰几行字迹，随即佢拧转个头嚟望住面前啊呢个所谓嘅落云忽，佢对住我沉声讲：明月，我从嚟都唔相信呢啲文字，呢啲文字一定系嗰啲别有用心嘅人刻嘅，佢哋特登刻喺呢度迷惑其他人。呢啲文字只会啊让人睇咗心乱啊，你仲系唔睇比较好。我哦咗一声，我就心谂啦，或者三哥讲得有道理啊，但系我仲系觉得呢啲文字系前人留喺呢度嘅，俾后人嘅一种警示同埋提示啊，警示后人唔好咁轻易入去，提醒我哋呢啲后人呢入边步步杀机，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接住三哥佢就走咗入去啦，我亦都连忙跟住过去。我拿着手电在个洞窟那里一路照住，只见到这个洞窟的两侧湿立立，有些地方还生着青苔，越往下走就越倾斜，似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洞是一条斜斜向下的通道。我们大概走了几百米之后，前面的通道才慢慢地吹向平缓。就在这个时候，前面的黑暗之中忽然间飘来了一点碧悠悠的光点。这样看我就傻住了，随即我用手中的手电一照，我一照它那个光点立即就消失了。见到这样的一幕，我随即就将手电按了，洞窟那里立即就漆黑一片了。在这个黑蚊蚊之中，那个碧悠悠的光点立即又冒了出来。见到这样的一幕，我就心想了，这些是什么来的呢？是鬼火？三哥蜜蜂的眼睛盯着前面，盯着那一个碧悠悠的光点，
随即他从背后抽出了一支黑色的箭支，弯弓搭箭，一箭就向那个壁悠悠的光点射了过去。这一箭射出去快如闪电，眨下眼睛就见到那道绿油油的光点被三哥射中了，跟住就发出了砰的一声大响，那一枚绿色的光点原来是一个细细的光点，它被三哥射中了之后，在瞬息之际在前面就爆炸起来了，在这个洞窟那里好像放烟花一样，漫天的碧色光点散落来化为一地的绿光，随后才慢慢消失了。跟住就听到蜜蜂沉声地说，他就说了，这一支黑色的箭是专门对付鬼魂的猎鬼箭，这一支猎鬼箭射到的那些鬼魂，那些鬼魂就会被射到四分五裂，不复成形，鬼不再是鬼，魂不再是魂。听到蜜蜂这样说，我都不知道多羡慕。三个蜜蜂随即他拿出了几支黑色的猎鬼箭，他就交给我，他就说了，那给你，不过你要记住，这个猎鬼箭千万不要轻易去用，除非是一种好恶好恶的鬼，或者是无恶不作的阴魂才可以出手，如果你轻易出手伤的是一只善良的鬼，他就入不到轮回了。鬼魂和食人魔不一样，食人魔那里几乎都没什么好人，以食人为生的东西又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呢你大可以杀了他们。但是鬼魂就不一样了，人变为鬼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恶鬼，不一定都是凶鬼，很多鬼都是无可奈何的。比如有些鬼得了不治之症病死的，有些鬼是老死的，还有些鬼是因为买卖股票失败了承受不起打击而跳楼自尽，而那些父母不同意的而双双自尽的鬼更加不是什么恶鬼了。相反，这些鬼大多都是心底善良的鬼，所以这个猎魔箭要少点用。听到三哥这样讲，我就点点头了，对着三哥讲，我就说了，我明白了三哥。蜜蜂他又继续讲，他就说了，有一件事你都要注意。我昂起个头望着三哥，在静静地听他讲，就听到三哥他就慢慢地讲了，他就说，所谓魔有魔精，鬼有鬼魂，所以以后你要猎杀那些穷心极恶的鬼之后，记得要用粉身诀将恶鬼的身体炼化一下，有些成年的鬼就会炼出鬼魂来，那些鬼魂都是好东西的，吃了之后就不怕黑了，夜妈妈走路的时候你对眼会越来越明亮，鬼魂吃多了，那你以后走夜路就不用带手电了。听到三哥蜜蜂这样讲，我眼前一亮，我就喃喃地讲了，我就说，蛤，还有这个好处？三哥蜜蜂他随即就点点头，他就讲了，这个自然，鬼魂和魔精感对我们猎魔人大有好处。听到三哥蜜蜂这样讲，我就咧嘴一笑了，我就说了，哈哈哈，那我以后要射晒一些无恶不作的鬼，多吃一些鬼魂，这样的话我以后走夜路就不用带手电了。蜜蜂也都笑着说，带手电实在太麻烦了。接着我和蜜蜂又一路向前走到那个绿光洒落的地方，我们耷低头望过去，只见到地面之上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那些绿光似乎也都已经无影无踪。见到这样的一幕，其实我心里就很奇怪，三哥蜜蜂就对着我说了，他就说那些绿光即是鬼魂的鬼火，被他射散了之后呢，那些鬼火就自动消失了，那些物质也都会自动依附在其他鬼魂的上面。听到三哥解释，我就明白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三哥这个事刚讲完，他神色忽然间一变，随即他就昂起头，眼那里望着前方，过了几秒钟之后他才细细声地跟我说，他就说了，明月，你看看那边好像有东西悬挂在那里。
我昂起头，用手中的手电向三哥和封锁子的方向照过去。这一照之下，立即就见到在那边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个黑蚊蚊的东西，现在正在个洞口那里动都没有动。我用手电照过去，那个东西就好像怕光一样，慢慢地向远处爬了过去了。这样东西行动很慢，看来有点蠢蠢地，它周身都是黑毛，四肢卷缩在黑毛之下，在个洞顶那里慢慢地向前爬。见到这样一幕，我就傻住了。我细细声地问蜜蜂，我就说了，三哥啊，这样东西是什么来的？蜜蜂他摇摇头跟我说他都不清楚。停顿了一下，三哥他就细细声说了，他就说我们跟着这样东西往前走。我随即就点点头了，跟在蜜蜂的身后，跟住嗰个遍体黑毛嘅嘢，一路往前行。好啦，呢一章节就讲到呢度，我哋继续嚟听下一章节啊！我系娜宝，如果中意娜宝讲个故仔，咁就关注同埋订阅啊！第七十章吞云孽鬼。上章节讲到啊，蜜蜂同埋老明月啊，佢落到第三层之后啊，遇到咗一个遍体黑毛嘅嘢。就是这样跟着这个东西走出百几米之外，这只遍体黑毛的东西才慢慢地停了下来。我刚要开口讲话，三哥就伸出手指了一下远处。我昂起头望过去，就见到远处的通道那里竟然飞来了几十个绿色鬼火。那些绿色的鬼火东一个西一个，在个空中来来回回地飞来飞去。见到咁嘅一幕啊，我心嗰度就好紧张。三哥蜜蜂佢就细细声咁同我讲：明月啊，唔好惊，呢啲鬼火只系吓人噶，佢唔会伤人。果不其然，呢啲鬼火喺通道之中嚟嚟回回咁样飞舞，但系就冇飞落嚟。见到咁嘅一幕，我先至冇咁担心。亦都喺呢个时候，只见到嗰个黑蒙蒙嘅嘢猛咁加速喎。在个空中向嗰几十个鬼火冲咗过去，嗰几十个鬼火吓到一恐而散啦。但系嗰只黑蒙蒙嘅嘢，左面一下，右面一下咁，先至一阵功夫嘅咋，就将嗰几十只鬼火食到干干净净啦。食完呢啲鬼火之后，只见到呢只黑蒙蒙嘅嘢嘅腹部嗰度，竟然隐隐约约冒出咗一丝丝绿光嚟。见到咁嘅一幕，我就傻住啦，我就对住蜜蜂讲。三哥啊，那些是什么来的？这么奇怪的？只见到蜜蜂的眼那里慢慢地露出了一丝亮光来。三哥蜜蜂他细细声，但是又带着兴奋地跟我说，明月啊，这个是吞云啊。听到三哥蜜蜂说吞云，我就心头大震了，因为我有听师傅讲起过吞云。师傅他就说，这个世界上鬼魂也都有天敌的，鬼魂的天敌就是吞魂。这个吞魂专门就是以吞噬鬼魂为主，几日没吃到鬼魂，这个吞魂就会变得骨瘦如柴。只要遇到了鬼魂，这个吞魂立即就生龙活虎起来了。估不到我和三哥蜜蜂的运气这么好，竟然在这个落云窟那里遇到这样的一只吞云。蜜蜂他就跟我说了，他就说，你在左面，我在右面，我们慢慢地兜过去，最好就不要惊动他，跟着我们两个人合力将他捉住。我随即就点点头了，我就说好，随即就跟蜜蜂一左一右向那只吞云包抄过去。但是就在我和蜜蜂逼近那只吞云那时，距离吞云只有几米那么远的时候，这只吞云忽然间一跃而起，向远处扑了过去。我和蜜蜂就扑了个空了。我有点失望，望着消失在远处黑暗之中的那只吞云，我的心那里就有点不舍得。阿景近在眼前，但是失之交臂嘛。三哥蜜蜂他就安慰我讲了，他就说了，
吞云好狡猾嘅，我哋呢次捉唔到佢，下次再嚟呢度捉佢。吞云系唔会轻易走嘅，因为佢又冷又细胆，除咗贪食呢啲鬼魂之外啊，吞云从嚟就唔会走远嘅，除非呢笪地方啊冇一只鬼魂啦，咁佢为咗要搵鬼魂食啊，就会去另外一笪地方啦。听到三哥蜜蜂咁样讲，我个心情先至好翻少少。我跟住蜜蜂一路向前行，呢一次个通道之中几乎冇鬼火啦，就算有啊，亦都被嗰个贪食又细胆嘅吞云吓走咗啦。我哋一路向前走出咗几百米之后，呢、这个落云窟嘅前方越嚟越阔啦，到最后前面竟然出现一座好大嘅洞窟。呢、这个洞窟好特别啊，靠住东面系一面笔直向下嘅石壁，石壁之上光滑如镜，上面系好平，乜都冇。而喺呢个洞窟嘅东北两侧嘅石壁之上咧，就高低不平，起起伏伏啦。至古怪嘅就系呢度冇咩人，喺呢个石壁之上啊，用现成嘅浮凹出嚟嘅一个个石头、切同埋削雕成一只只鬼面。成个洞窟嘅南北两面嘅石壁之上，恐怕有几百个咁样嘅石雕鬼面啦。见到咁嘅一幕，我哋两个都暗自惊奇，只见到其中一只石雕鬼面之上，竟然趴住嗰只吞云。只见到嗰只吞云啊，趴喺嗰度，佢两只眼咧就系咁样喐都冇喐，望住前面啊嗰块鬼面。我哋再一次见到呢只吞云，个心嗰度都好开心啦。但系当我哋嘅目光啊转向嗰面光滑嘅石壁之上嘅时候，我哋嘅心情简直就变得欣喜如狂啊！原嚟石壁之上啊，呢、这个时候正企住一个身着黑衫嘅老爷。嗰、那个老爷嘅体型好高大，好健壮，一眼望过去啊，个身体睇嚟就系好好嘅。见到呢一副熟悉嘅身影，我哋两个人成颗心啊，几乎都想要跳出嚟咁。我同埋三个蜜蜂都向住个石壁之前呢走咗过去，走到石壁嗰度啊，向嗰个老爷大声嗌做话啦。师傅，师傅，你喺呢度啊！我哋揾你揾得好辛苦啊！师傅拧转个身嚟，向住我同埋三哥蜜蜂微微一笑。见到师傅咁样，我个心嗰度就好温暖啦。我就心谂啦，唉，好彩师傅仲喺度，真系好啊！我拉住师傅只手，我就觉得师傅嘅手有啲冰凉、于是我就恶起头，奇怪咁样问啦，我就话：师傅啊！你个手点解咁冻嘅？师傅佢仲系冇讲嘢。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啦。三哥蜜蜂都觉得有啲奇怪，点解见到我同埋蜜蜂之前一直都好多嘢讲嘅师傅，呢一次粒声都唔出呢？点解会咁样呢？见到咁样，我个心嗰度就好好奇啦。我对眼望住师傅，只见到佢嘅两只手啊，佢个大拇指系完好无缺嘅。见到咁嘅一幕，我就松返啖气啦。我就心諗啦，唉，睇嚟师傅冇出到咩意外。但係拧转嚟一諗，我又觉得有啲唔对路喎。先前快递之中嘅嗰隻拇指明明係师傅㗎。而且个手指头上面嘅嗰粒戒指亦都係师傅曾经佩戴过嘅嗰粒戒指。我同埋三哥蜜蜂係绝对唔会睇错嘅。我试住拉咗一下师傅只手，我觉得师傅嘅手指仲系好冻啊！个心嗰度就更加奇怪啦。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到师傅一只右手慢慢咁伸到个衫袋嗰度，跟住就吟出咗一封信啊，交俾我同埋三个蜜蜂。交俾蜜蜂之后，师傅随即佢拧转个头嚟，佢嗰对眼望住前面啊，嗰面光滑嘅石壁。跟住就伸出咗一只手指指咗一下呢个石壁啊，跟住师傅成个人嘅身影就一啲一啲咁样消失咗啦。先系从对脚，跟住就往上，再然后系师傅好丰厚嘅胸口，再然后系师傅微笑住嘅嗰块面孔，最终最终师傅嘅一切都烟消云散啦。我以后都见唔到我师傅啦。见到咁嘅一幕，我心嗰度就好恐惧。
我忍唔住，我问三哥，我就话：三哥啊，系咩回事啊？三哥麦风啊，望住眼前呢一片空空嘅地方，佢个眼神嗰度亦都有一丝感伤。三哥话俾我知，佢就话啦：啱先呢个影子系师傅喺呢度临走嘅时候啊，凝聚功力发围嘅一幕虚影。人喺呢个地方，如果住得时间耐啦，离开嘅时候，如果呢个时候用红外线扫描，就会发觉啊，啱先嗰个人佢所住嘅地方就会有一个影子，而嗰个影子就系啱先嗰个人身体嘅能量啊流传喺嗰度嘅证据。而师傅留喺呢度嘅呢个虚影，亦都系呢个办法。只不过师傅所留嘅呢个虚影流传嘅时间更加长，而且呢个虚影都会同师傅咁样对住我哋笑。而且仲识攞出咗师傅留低嘅嗰封好重要嘅信。呢个虚影只系唔识讲嘢啫，而且仲会喺完成咗师傅所交代嘅事情之后，慢慢消失，不复存在。三哥将师傅交俾佢嘅嗰封信啊，佢俾我睇，我伸出手接过嚟，目光见到上面嘅内容嘅时候，我个心嗰度窒咗一下。原来师傅啊喺佢上边话俾我哋知，佢好好，唔使去担心。佢喺事情啊做完之后，会翻嚟揾我哋嘅，话俾我同埋三哥麦风知，唔好太挂住佢，佢一定会有事嘅。嗰上面仲讲啊，要我哋注意嗰一面墙壁，嗰面墙壁之上有一个秘密。至于个秘密系乜嘢呢？嗰封信嗰度冇写。呢个时候，我昂起头。我望住呢面墙壁，我就心谂啦，哈，师傅讲嘅呢面墙壁之上究竟有咩秘密呢？真系奇怪啦！三哥麦风亦都系拧转头啊，佢睇咗一眼啊呢只吞云，佢细细声咁同我讲，佢就话啦：我哋两个先唔好理呢个石壁先，我哋先去捉住嗰只吞云再讲，捉到佢。咁以后你个身边就冇鬼魂出没啦，你就唔使咁惊啦。听到麦风三哥咁样讲，我心嗰度就好温暖啦。我就心谂啦，啊，我三哥所做嘅每件事啊，都系为我着想嘅。我转身望过去，只见到嗰只吞云依家佢个肚已经鼓到好高啦，似乎食咗唔少吞云啦。只见到吞云面前嘅嗰只鬼面，竟然已经被佢食咗一大半啦！见到咁嘅一幕，我心嗰度觉得有啲恐惧啊！好啦，呢一章节就讲到呢度，我哋继续嚟听下一章节啊！第71章石胎阴魂不入轮回。上章节讲到，原来嗰只黑蚊蚊嘅嘢系一只专门食鬼魂嘅吞云。我就压低把声对住麦风讲啦，三哥啊，你睇嗰只吞云，佢点解会食咗嗰只石壁上面嘅鬼面嘅？麦风嘅目光亦都凝视喺嗰个鬼面之上，佢睇咗一阵，亦都细细声讲：嗰只鬼面系呢只落云窟入边嘅阴魂啊，凝聚喺呢个岩石之中。嗰只吞云食咗嘅系呢只石胎阴魂嘅一部分啊。佢冇去食嗰个石头。听到三哥讲到呢度啦，我就心谂：石胎阴魂究竟系咩嚟噶？麦风佢见我唔明白啊，于是佢就细细声咁同我解释，佢就话啦：嗰个石胎阴魂喺呢个落云窟入边嘅鬼魂，飘飘荡荡，到咗呢个落云窟之后咧，就无处容身啦，最后就落喺石头之上。接住啦，佢喺石头嘅肋骨嗰度咧就匿起嚟啦。呢个阴魂慢慢咁俾石头包裹喺其中，就成咗一个石胎。石胎之中嘅阴魂啊，就此沉睡喺呢个石头之中啦。只有呢个石胎啊，被人从外面打开咗，呢个阴魂先至慢慢咁醒过嚟。听到麦风嘅解释，我仲系唔明白啊。于是我又问啦：三哥啊！这个石胎之中的阴魂，他为什么不去投胎啊？麦风他叹了啖气，他慢慢地跟我说：唉，人死为鬼啊，
但是这个鬼魂他不定的就希望就转世重生。有些鬼魂他心里有执念的，他不想就这样离开。有些鬼魂呢他心里是有些未完成的心愿，所以也都不愿意去投胎。因为在重生之后就意味着他们以后都会见不到在他们记忆深处那些他们曾经深爱过或者呢是现在正深爱着他们的男人女人。这些鬼魂他不想这样离开这个人世，所以就徘徊在黄泉路上，或者这个落魂窟、就是所有不愿离开的亡魂的终点站。在这里他们可以停留下去，在这里他们可以将灵魂、收纳在石头的垃圾之中，或者有一天、他们曾经爱过的灵魂、会偶尔路过这里，或者会见到他们呢。所以这个世上